全民大闷锅，解闷中。大学生了没？我是屌丝，当然学习了解吗？从今天开始，电视奖呢，成为我们节目部的总监。掌声鼓励。好，我们电视人不管是演戏、唱歌、跳舞、搞笑、导播、灯光、剪接，18般武艺样样精通。这么小地方，100多个电视台在竞争，为了降低成本，我们男女演员都是互相化妆。如果需要第三个角色的话。 就我下去挡一下。怎么称呼啊？我叫地凡。有任何问题都跟罗总说，罗总会好好照顾你啊。全台湾的新闻台播都是新三色。我们没有，那是因为我们没有画面，这是真正的新闻报道。我觉得你很厉害，可以想出这么多的 idea。咔咔咔咔咔！马上不行不给我卡掉。这AC Nielsen最新的收视率一路下滑，哎，今天不录了。 全部回家吧，东西收一收哈，都被开除了。Chen 这真是乱搞，每天 live 直播会死人的。你说你有没有见过外星人？我拍电视的都不怕死。你把事情闹成这样，你到底要怎样啊？不管多努力，收视率还是一样趴在地上。 我最好的朋友是电视，希望我能和我的朋友一样分享快乐给大家。I want you， 这我们肯定会赢的。放心，我会搞定的。斌哥，我很喜欢看你那个我猜我猜我猜猜猜，不然你猜一下我的本子，比你那个精彩啊！收视率肯定过表啊！各位，我们电视人绝对不会背叛观众的。 准备录音了，5、4、3、2，史无前例的电视节目即将展开，疯狂电视台，疯电影。